啥时候来呀？啊，我那啥，我那个收拾收拾的，一会儿出去了啊。那啥，馅儿，快快快，给这瓜吃了啊，一人一个。然后那啥，那个，快穿衣服，一会儿出门着急啊。你今儿你回家是不？啊，是吧？哎，你看我今天穿这衣服行吗？白色的好看不？我去给你熨熨啊。啊，这么懂事吗？今天，那你快点啊，我给鞋擦擦。哎呦，夏，你咋还洗上衣服了呢？哈、啊，我看你都衣服堆一起了，寻思给你洗了得了呗。行行，别洗了，那个回来我洗吧。啊，我都洗一半了。不是你这个，你这手洗多累啊，还伤手。你贴身的衣服就得手洗才干净。你给我熨那衣服呢？我那个我拿手穿了得。妈，这咋整的呀？你这烫着手没啊？啊？那倒没。哎，我寻思这活以后你别干了，太危险了。我整吧以后啊。夏，夏、啊，我这柜子里衣服呢？洗了。你都洗了？嗯、不是，那你都洗了，我穿啥呀？你说我干啥呀？我给你洗衣服还洗出错了？不是不是，我没说你，但是你看我也不能穿睡衣出门啊，我今晚啊。你都能催我赶紧回家，你还有啥不能的？不是我哪催你赶紧回家了？我那是问你着不着急？然后我想你是着急的那小姑娘吧？我为啥把你衣服都洗了？不就是不想让她出去吗？不是，哎，你看你这，我看啥呀？你赶紧看看你手机吧，催你了。哎，你这。哥，你和嫂子出发了吗？嗯，那啥，那个你带着我妈来我家吃吧，不行？啊，怎么了？那啥，我新买一个洗衣机，老狠了，你一转眼功夫，整个柜子衣服都能洗没。啊？哎，行，那个来家说吧，来家说吧，啊。这是你妹妹啊，然后还有阿姨、嗯、要来家里、嗯，你咋不早说呢，赵天？我早说，你给我机会了吗？我都插不进去话都，我这搁这我刷完鞋，我刷完鞋看你洗上衣服了，完我一进屋，哎、我这一柜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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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说了。那阿姨和妹妹喜欢吃什么菜呀？我先去买。这好吗？你来趟我家，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。你别磨叽了，跟我一块儿去。不是我去哪呀？我睡衣。哎